大家好，我是大鸟。这次要去的地方，相信大家都听过，只闻其名，不见其人，大概是对这地方的印象。在接近2021年的尾声，让我们冒险去。大鸟现在人在竹南，头份啊，这是有名的汤包。好，我们来吃一下，看它好不好吃喽。吃完的感想是汤不够多的汤包，像小笼包，而且大葱丝好像也不太大。在吃完汤包往新竹移动时，遇到了苗栗国的三宝，不免俗的问候了一下对方。顺着台山线，我们到了北埔老街。我现在在江阿新茶楼，如果有看连续剧《茶经》的，应该都知道这是其中一个场景，但今天休馆。但因为时间还早，要等到3点才能入住。找了间在饭店旁边的咖啡店，没想到出乎意料的好。还有两只不能进店的店猫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咖啡好喝，布朗尼也好吃，名字是脆脆咖啡。今天住的房间很宽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后面有个小阳台，这样，然后浴室小小的，这是没有泡汤池的房间，一晚要3400块，没关系。重点是在泡汤区，等一下我们再拍一下，然后放个行李，等下去泡汤区咯。住宿区跟泡汤区是分开的，中间有一座吊桥，但大牛是很讨厌吊桥的。泡汤区有很多池可以选择，影片中看到的都是热水池，还有 SPA、蒸汽室等设施。泡完汤了，超爽的。早餐很普通，所以我就不介绍啦。今天我们要沿着竹六十线道往深山里出发，在经过纳罗部落没多久以后，这段路突然就起大雾了，早上弄的防雾剂也顶不住。这段10公里的路程，我分不清眼镜上是起雾还是我的泪水啊。就这样顶着浓雾到了渔老，实在是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，这次又没办法吃到鼎鼎大名的臭豆腐了，只好带点遗憾往太钢观景台继续移动。没想到观景台居然是不开放，在这边准备了一下以后，就往今天的目标司马库斯出发了。会经过太钢部落的牌楼，在这边要往左走。一开始的2公里都还是柏油路段，但有好几个法夹弯，
大鸟，我最不擅长骑这个了。法夹弯过后就是水泥道路，这一段应该是路况最烂的了。从牌楼到司马库斯大桥约 4.5 公里，15分钟左右，到部落的路程才走了四分之一，还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当看到部落牌楼的那一刻，实在是太令人感动啦！对此，我有话想说。骑了快两个半小时，终于到了。我第一句想说的话不是“哦，好远哦”，也不是“妈的发壳”，是“下次可能不会这样骑了”。哦，的天！因为要去走神木步道，就直接往最上面的停车场前进。现在要去走神木步道，要走十公里。网络上是说步道平缓很轻松，我只想说屁啦。这边很有成就感的是路边会标示现在走到哪了，但到了 4K 以后就没有了，反正走到底就是目标 5K 啦。走到这边已经有点怀疑人生，身为一个都市男人，为什么会在这边爬山践行？我不知道，但在看到了神木群后，这一个想法还是没有消失。这棵是红块神木群里面的老大，2000多岁的老妖怪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我要回去再走一个小时。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各位朋友。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，终于又回到熟悉的扛棒。这个，我的天啊，表示我们现在已经走完10公里了。我们往部落的停车场出发吧。迦南木屋这区，然后这间是饰品屋，这间是餐厅。今天住的是喜乐屋 ，Go， 我们住2楼。江江，衣架，一大床，一个阳台，还有浴室，浴室这样。好，就这样咯。这个一晚我记得是2000多块。司马库斯海拔约1500公尺，部落采取共同经营模式，早期以农业为主，但近年已经转回观光业，有民宿也有餐厅。除了神木以外，还有两个瀑布、公园等路线，但大鸟我是真男人，所以选了最硬的路线。晚餐是山猪肉套餐，360元。这边的餐不便宜，但这么深山嘛，能理解。这时候影片啊、照片啊都忘了拍，因为脚在冰敷。谁有在气温2度时冰敷的经验啊？早安，现在早上6点。
而且现在的温度才2度，等下6:30要去吃早餐，可以花钱叫他room service 吧，我不想出去，好冷哦。这次因为脚扭到的关系，很多地方没去探访，就让我们带点遗憾度过2021年的最后一天吧。是马库斯，我会再来的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